大家早晨好，今天有太阳的充裕。我们看把那边机关照它能发多少电，310、316，因为我现在还在用电，12伏的电还在用，316，而且它不是纯晴天，它是一个半阴天。我们现在要给这两个小家伙开始喂早餐了，吃完早餐我们出去散步好不好？啊，吃吧，吃完饭之后给他换尿布。哦，对，我们也要开饭了。我先去，自己先去，等会儿吃午餐。啊，我们的早餐胡辣汤。还有这个。那是什么？大牛肉夹馍。嗯。可以吧？是吗？非常。这个这是，放到这个很好吃。啊，你说淋在这个被子里是吧？还是放在汤里？这个、放在这里面，辣椒越多越好吃。哦、这个辣椒不辣，一点都不辣，哦、香而不辣。那来吧，可以尽管的放。我先来两勺。这是肉夹馍，肉火锅，你别放太多。啊，好吧。肉夹馍，我放的有点多。有点辣吗？还不辣。哦，好香啊，这个辣椒。呛嗓子。不辣，但是稍微有点麻。这个美食麻是胡辣汤麻的呀，不用去那个，它里面有一点点花椒粉的。对，胡辣汤，胡椒粉。这个肉夹馍，这个肉满满当当。嗯，这肉夹馍太爽，对。再多添一个胡辣汤，我天，这个肉夹馍真的是肉夹馍，实在。就是，我们现在有70%的电，以351瓦在发电，我们上去。擦一擦太阳能板，擦完之后它会不会发电量高点？觉得我要穿这双鞋上去，估计得摔下来。你们这1000瓦呀、啊，才多少、啊？穿双适合趴的鞋子，然后我们拿湿巾纸和这个杆，是我们擦地板的杆，但是现在我们上面啊比较密，不方便爬上去，那这样上去看看。哎呦，这停的有点近啊，靠，上不去，先把它吊上去。嘿，着了。这个等会儿吧。天，我就不拆着，哎，这个梯子快拆一下吧，不拆梯子等会儿下来之后有点危险。再找两个新的扎带，这样子上去就安全了。每次不能犯懒啊！新的扎带，实在去懒得找刀子，可以。等会儿再见。好，上去看看。对，这样就方便爬上来。我天，我是背着树上来的。哇，上面的灰好大呀！我们先来把这个湿巾纸怼上去，因为前面那儿实在不好擦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擦。哟，这湿巾纸有点小啊，不如擦地那个湿巾纸大。哎，这麻烦了，这个要怎么弄呢？我下去拿点擦地的湿巾纸上来吧，干脆看看两块拼一下能不能用。我们先试一下，不行了我们就下去拿擦地的那个湿巾看看。啊，可以。哦，哎呦，差点翻下去。哎，太阳能，我靠，有点晕啊，这好像还是有点不太好。两块拼一块，没有落脚地方。你看，像这块，我只能这样子擦。好，啊，直接压着也行，还是有点摩擦力的。
再这样就好了。哎，那边那块最难擦，擦不到。我不知道怎么跳到什么地方才能擦到。我们先把附近能擦到的擦了吧，像这种的。把大灰擦一遍。待会儿换了毛巾再。啊！各种灰。人家还挡不到我的，后面挡到几块。范闲在那儿蘸着水擦，我天！你确定要那么擦吗？一块湿巾不搞定了吗？那么擦的行不行啊？我也是要擦干净。湿巾也擦得很干净啊。哇，换纸了，不行了，那个已经太黑了，黑透了都。湿巾擦的不方便，你前面几块拿湿巾怎么擦？这不是有它吗？这边的，你还得是得拿这个。我这中间下脚不好下。我这儿确实是也不太好下。边边上这几块能擦就擦一擦吧。这块鸟屎一会儿就拿过去，擦不定。这边几块好擦，前面那些就不好擦了。哎呀，再把这儿擦一擦。发电一千瓦。哼，那每天上来擦。没电了也上来擦一下。对。在这儿行吗？边缘感觉好像有点多少有点危险。还好不是大太阳，半阴天，大太阳估计在上面得晒死。天，幸亏胳膊还长，要不然是怎么能擦得上呢？太难擦了这块。下次我们得用那个擦地板那个湿巾才行，这个湿巾绑不牢，我这样还勉强可以擦一下。好几块。为了多加碳能板，我们把所有的可以上人的地方全占了，所以这一块插起来就特别格外的费劲。这就算擦完了，哎，可以。哎，我当时其实我站这个位置还可以再安一块。不过他没有这样子的板了，哎，拖把丢下去，哎，脏纸巾丢下去，然后我再下去。哎呦，这个地方不好下，哎，但是还好。啊，算下来了。嘿，梯子我们先暂时不收了吧。先把垃圾丢了，哎，然后我们等会儿再回车里边看一下，擦完后的发电效能应该会好一点点。我们擦完之后，现在目前发电量是440多，445这样，反正就450左右。但是现在呢，
还不属于是太阳暴晒，有一层云挡着，感觉还可以，发到400多吧，可以，没白菜。